你们应该不会想画啦，因为而且错字也很多，没有猜题天分，还是乖乖来看台。没关系啦，反正这就是开来跟大家互动的啦。啊，只是说怕你们不有诶、欸、玩，来呀、啊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进去，我再复制给你们。不然这个我还没有网址。来，欸，太屌了吧！我还没进来，你们就进来了。啊，他是怎样？他这边吗？满了，怎么满？这边人太少了。没关系啊，感觉会拆很快啊，不然我等下再开另外一场。万一没关掉，就很好笑。这不是念苦无吗？可是苦无三个字是什么啊？嗯？这该不会又是大陆翻译的吧？救命啊！哦，感谢。天呐！哎，不要啊！哎，江大娘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一天都会花多少时间在花菜上面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很熟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哈哈，不行啊！
放弃了吗？你一定要画这只乌鸦，那卡卡西也太像乌鸦了吧？这个这个。我技能的啊，好好奇哦。比如杀铺送葬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我怎么会打水印啊，白痴哦！哦，真的有技能嘞，好屌哦！也是啊，刚刚都有千鸟了，我在想什么？可丁在吗？可丁不是没进来吗？还是菜石是可丁？没有啊，刚刚也有千鸟啊。安安哦，安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什么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那个卡卡西那个女的，啊！哎，不是哦。不会是这个吧？哎呀！哎 欸，如果真的没把握的话，上面的提示记得打开几个字啊？放心啊，有没有？绘图转身好花多了。骗人吧，这样就画出来了，这样猜出来了。哦，哈哈，哎，他刚刚才画这样，你们怎么猜测出来的啊？骗人吧！他刚刚是画画的时候念出来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猜得到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卡萨丁手中是刚刚那个丁丁吗？不是吧？是另外一个吧？啊，卡萨丁手中你不是说是早上才出现的吗？我这时间就出现了，这时间是我跟我干爹一起玩的时间呢。靠！感谢，Hello。没有，他原本的名字叫卡萨丁手中，他在有一次改成卡萨丁手上。
轮回，迂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啊，我就说他原本的名字叫卡萨丁手中哈。哦，延迟延迟。啊，也不是啊。我真的觉得啊，高中如果要练中打英打的，叫他们来玩这个，天哪，逼他们逼拼打字速度欸，有没有？这样中英打，有没有？要叫那种高中老师要检定的时候，叫他们玩这个游戏，能发挥想象力，就能发挥你的那个打字速度。要那个这一堂课啊，只要拿到一次冠军的，就提早下课，提早下课之类的。凤仙花还有什么技能啊？如果是画画糟糕，那么那边的分数会高很多吧？欸，所以啊，他如果画画差，他就只能拼自己的手速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那就是你要叫老师画，然后同学猜，训练老师的画技。安娜，没有啊，在教室了，怎么可能是会那个延迟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不知不觉两年了，这两年辛苦了，之后也要继续努力啊。感谢舌头续订两年。啊。哎呦！
打什么啊？哦，白痴哦！哦。